政府表示，截至星期三，本港約有13萬人接種新型肺炎疫苗，當中有4人接種後死亡，1人危殆，3人留醫深切治療部。衛生署認為事故跟隨疫苗覆蓋率上升，屬良好運作，又指唔建議市民混合兩種疫苗接種。截至到禮拜日，計埋夜晚半夜12點，咁我哋大概嗰日咧就打咗90000多人有接種啦。我哋收到大概0.08% 嘅一啲情報，咁當中嘅情報咧，咁佢嗰啲嚴重情況啊，或者一啲資料咧，我哋仍然同即係逐個 case 嚟到去跟進緊嘅。科學委員會咧係唔建議咧唔同嘅針咧就叫做混合打嘅，譬如第一劑就 A 針。第二劑咧就 B 針，咁科學委員唔建議嘅，主要就係因為冇科學嘅數據啦。第二咧，兩種疫苗嗰個用嘅技術同平台都唔同嘅，一種係核酸，一種就係滅活疫苗。